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港澳台赛区 RD 战队的队长郑凯。比赛经历从每一年的深渊到这次的 IBT， 以及台港澳赛区自己可能有办的万圣杯那种比赛，都有参与到的，所以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各大赛区的强队对抗。这样，我们团队比较擅长的战术应该是别救宝瓶跟压满救。对这次 IBS 比赛的期待的话，我觉得就是第一可以先学到东西吧。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像是该训练的时候啊，还有那个比赛的时候要尽全力去打。给队友的打气的话，就是谢谢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加入这支战队，一起努力，我们努力打好我们的比赛吧，加油！